那今天是第一次，我把画面就是编排成这样子啊，就花了我大概十几20分钟吧，很丑，但是就不要计较，不要跟我计较啊，美术没那么好，我的美工能力没那么强啊，所以你们就别跟我计较了啊。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应该就没有了吧。那我们等下就早上游戏开始吧。如果你们听到搅搅搅的声音，那就是我还在搅那个，还在搅吐司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新章开庭。第一话，逆转的目标。你们看一下这画面编排哦。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或是声音大小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在跟我讲。不晓得声音会不会，游戏声音好像有点大声哦，我把它缩小一点。这样游戏声音会不会太小声？搞一下就有了啦，那这不是狮子王吗？这不是上一代 BOSS 吗？啊！那这不是什么总统暗杀事件吗？能解决这个案件的只有他了。你们忘了还有名侦探柯南吗？查尔村田一吗？等我一下，我现在还不想讲话，我还在努力的啃吐司啊。他的名字到底怎么念啊？戏剧界家界吗？还是戏剧归界？哎，这也是上一代哎，不是，这不是上一代，这好像之前有登场过了吧？感觉他们总统哦，壮得跟牛一样，有没有搞错啊？西凤民国大统领来访，屁呀、啊！这已经是那个战斗民族啊，日巴达、啊。在他到来之前，雨才刚刚停的说。似乎就这样了的说、啊，似乎。
叫狱监检察官过来，能负责这个案件的只有他啦。原来如此啊，乱来如尿啊。这群人中隐藏的暗杀者，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这说，现在是分秒必争的时刻，立刻开始搜查。首先调查现场，搜集各种情报的说。然后呢，什么操作啊？有人用枪瞄准了总统，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向严正总统开了枪，会长应该戒备森严。哎，我忘了这个怎么玩嘞，记录下来呗。我靠，他们的保镖看起来好凶猛哦，比那个警察还要关的感觉，还要高的感觉，你知道吗 ？A 键。哎，我还不知道怎么操作啊，看一下。A 键是哪个？应该也不用按 A 键吧，我就用上下左右搭配这个就可以了。你看交谈，有什么事？你们就是总统的保镖吗？演说中对总统保卫工作是怎么样的？总统周围有两个精英守护吗？同时舞台周边也配置了人数，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我们是专业的。观众之中如果存在可疑的人，我们应该早就发现了。总统的保护工作在演说中是万全的。就像这样，通过与别人对话以及调查可疑物品来收集事发现场所残留的各种情报吧。按下 L 键，哎，谁在 L 键？哦，有人向演说中的总统开了枪，会场应该戒备森严嘛，所以呢，点两下就是整合。在万无一失的警备中发生了枪击事件，并且还骗过了专业的保镖的眼睛，那肯定就是自己人啦。是有计划的犯罪。废话，你因为闲闲走在路边，又不是那个陈水扁那个时候说什么，有一个游民觉得太吵，就直接拿枪开枪打陈水扁的巴豆。最好是他妈闲闲的一个游民身上会有枪吼。搜查开始。哎 ，CPU 什么啊？等一下，手把控制，控制设定，上下左右。开始当然是用 Enter 啊 ，Set。B-A-Y-X 啊，就这样好了。对，好，开始用模拟器玩嘛。对啊，模拟器啊。哎，茄子玩，哎不，午安，午安。
干，平常是被无视的，多过分啊！交谈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用的。不要随便扣人家的薪水啊！哎，这可以调查，是不是？这个是。哎，干，怎么会有大将军在下面？大将军这个角色在逆转系列里面都是一个很红的东西啊。有一阵子我还想用这个配乐当手机铃声，你知道吗？问题是怎么会泡在水里啊？啊，调查，那就这边啊，调查。枪声响起的时候破掉的，在枪声响起的瞬间破裂，是被枪子弹击中了吗？大将军充气玩偶的资料记录在搜查手册当中。还有呢？还怎么要看的、啊？应该是没有了吧？大家，来东晃晃西晃晃，看一下还有什么。气球可以下去吗？可以吧？交谈。我觉得他这款做的很好的是，就是他这些小就是人物的动作啊，就会像逆转裁判里面那一种，只是缩小版，做的很细。我觉得夏美师傅，夏美是谁啊？哎，不能下去哦。啊啊！我知道了，可以整合出枪击方向。哎、欸，屁嘞干！他不是大那个在这边啊，总统在那边讲啊，枪不是从那边射过来，这样不是可以整理出是谁从那里开枪了吗？为什么不行 ？No， fail。哎、欸，小刚晚安，午安你好啊！你看平常都讲晚安，现在讲午安好不行，我再重新思考一次哦。好雷哦，这游戏有坑啊，太坑啦！还有什么吗？难道是这里还有吗？调查。这是 GBA 的游戏吗？没有，这是 NDS 的游戏。NDS。啊，国旗中不自然的地方。啊，有一个那个绿绿的那个圈圈，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好，没问题，交给我了。这是小洞哦，谁看的时候，我以为那个是宝石的图案，你知道吗？弹孔，对宝。情报收集好了，是不是？有没有收集好了？那就整合。
这子弹将旗帜射穿，而且还穿破了气球。啊，两发子弹！干，这种不是通常都一枪就解决了，怎么会开了三枪？对嘛？枪声数目弄清楚，怎么可能弄清楚啊？哦，好鲁小小哦。想要知道枪声的数目，就需要听目击者的证词。好啊，没办法，听听看他怎么说呗。对啊，我忘记他是在哪一款里面出现过了，我看过他。素水美纪子 ，F 个0025啊。你这身华丽的行头在哪里买的、啊？有时候我也……这才第一章而已啦，第一关。情报可是我的羽根子啊，哎，不是，还是命根子啊。哎呦，比香哦，自己完全束手无策，束手无策的说。那个警官他好像讲话就一直的说的说。我午餐吃我早餐吃巧克力吐司的说，我早餐吃鲔鱼蛋饼的说，再配家里自己泡的热茶的说，我突然觉得好热的说，好想要开电风扇的说。游戏声音会不会太小声啊？应该不会吧。哎 ，Taro Kika 五万你好，黑熊这个时候开台不科学啊！对对对，我就是要逼死你们，现在开。哦，这个棋盘好像是逆转检视二星的要素哦。即使看上去无懈可击的防守，也必定存在的破绽。你在旁边好好看着吧，我是怎样用言语去击溃对方的防线。优卡06175啊，你好啊。好，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进行战局分析。对手的防备相当的牢固，可以说采取坚守的战术。一直磨蹭下去的话，也许还会让对方彻底失去耐性。哦，还有时间条，是不是？最好不要毫无章法的随意进行轻率的发言。不理你来困来困啊！你想去就去嘛，不然你要我回答你什么？我就是没去嘛，我就是站在这里发，在那边打电动嘛，对不对 ？Wind Dragon 五安你好啊！比如在这种时候，就必须冷静的判断好形势。当对手心虚或露出破绽的时候，机会就会出现。首先需要把这位女性的身份搞清楚。好，马上开始吧。所以呢，我到底实际上要做什么？你还没，你只是一个概念啊，我怎么操作？哦，你的来历。首先能把你的职业告诉我，才不要嘞，说了可是会提高警惕的。警惕，也就是说某种不为人知，哎，不能为人所道的职业了。你在讲不可告人，不是很好念吗？观察情况。哦，我懂了，他就等于他在这个时候，他会有一瞬间，就是会有几个选项要你选出适合的字句，然后你在犹豫的时候，他这个边条这个时间条就一直跑。那大概懂了。
看，你看，你看，强，哎，夸奖他是不是？啊，是写报道的工作吗？啊！啊！完蛋啦！再战，拜拜，安安，拜拜 ，ST23174777，拜拜喽。记者吗？看看看，看我怎么突破他的防守啊！问到事件的情报，目击到了现场吗？哦，这么硬是不是？看我的观察情况。哦，他讲到枪声了，哎，你听到枪声了吧？是呢。啊，什么还没爆？再来一次。哎，怎么又重新转了一圈啊？利用线索，你应该已经啊、哦，我以本案件负责检察官的身份拜托你。观察情况下，骗人！看他一点就是随时会拒绝的感觉。你看，开始流汗了哈。哦，采访用的录音机，他有录到枪声，噗噗。对，录音机没兴趣。是呢。既然作为记者的觉悟一定可以独当一面，如果说没有留资料下来的话，也太不自然了。哎呀，糟糕，到点打错地方了。那录音带里一定记录了什么吧？和案件有关的采访内容。完蛋啦！好不容易爬出了独家新闻啦！太神啦！那、啊、我去架一下电风扇好了，我觉得超热的，等我一下。哦，如果等一下你们有录到那个什么，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就跟我讲一声，我调整一下位置。
你知道开实况的时候，其实最怕的就是夏天啊。冬天的话没问题，夏天的话你就会有各种噪音，你知道，冷气啊、电风扇啊。像去年暑假，你们回想一下卤蛋的实况哦，那个电风扇的声音很凶残啊。一不留神，我就都说漏了嘴啊。能在口才上让我如此惨败的，除了师傅之外，只有检察官大哥你啦。为什么记者要背捕熊夹？谁知道啊？身上各种奇怪的东西啊。到案件解决为止的采访还是可以允许的，没得商量。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娘，这一切都是为了独家。哦，玩这种字很多的游戏，就会发现自己的口才有多差，你知道？就只是照着字念而已，我都念不清楚啊。上次还有人说，欸，黑熊其实你还蛮会讲话的啊，就狗屁啦，我连这台词都念不出来啊，骗人啊。好了，要听咯，听好。这个好像是一代的那个吧，是一代最后的那个组织嘛，忘记了。两枪，砰砰。什么？舍不得媳妇套不住流氓，他小啊！听起来涉及的子弹似乎是两发的样子。好想用手把玩哦，这能不能用手把玩啊？打电动玩具不能用手把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知道吗？弹的轨迹，弹道就能被推理出来。然后呢，一共是两发，其中一发射到了总统，另外一发子弹射穿了旗帜，并穿过了气球。干嘛？干嘛？干嘛？然后呢？犯人究竟位于哪里？哈？什么？应该是在这一边吧，这一区吧。如果从这一区的话，才有可能。到底是从哪里啊？啊！哈哈，等一下，这个会射歪成这样子也太扯了吧？它这个一定是直线的嘛？对啊，问题是在这一条轨道上面。好了好了，这里啦，好不好？我能够想到就只有这里了啦。问题是哪个低能儿啊，在那边开枪可以歪成这样子，真不愧是遇见检察官的说。
哎、欸，等我一下。真麻烦，这种案件只要设 RPG 不就结束了吗？你以为 RPG 随手可得哦？好像隔壁就有卖 RPG 哎、欸，去 Seven 说先生，不好意思，请问你现在还有卖 RPG 吗？我说没有，卖完喽。你们可能要等下礼拜一早上进货，不是嘛？这种东西就不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嘛，连手枪都有问题啊。而且日本也是一个枪械管制的国家。安安逆转哎、欸，开心开心吗？开心。虽然很想这么说，但真的要转移如此众多观众的说，真命的说，煽动大众可是我的老本行。煽风点火，点火一气呵成，干 Jumi 卡就是需要你这种人才啊！很感谢你的帮助，不过这些手段还是算了吧。还有关于师父这样的称呼，我实在是适应不了啊。知道了，我会尽量注意的，会遵从师父不检察官大哥的要求。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除了订阅 YouTube 频道，也可以到 Twitch 注册一个账号，到我的实况频道点选追随，来参与我的现场直播哦。